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face mask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roduct all over the world. No matter where you go, you are suggested to wear a face mask. But exactly do you know how the face mask is produced and how we could tell the quality of it? Today, I'm in the face mask factory, so please follow me. We will try to get answers here.这是龙篷布，这是轻覆的无纺布。这层就是防尘的外面那一层，这个也是无纺布，这就是三层组合层。鼻子中间这个三折痕，就通过这里，它就变成三个折痕了。再通过这里，这里是装进鼻梁条的装置，这里鼻梁条就是通过这里装的。哦，这里它是直接装进去的。对对对对对。哦。然后这里就是压印滚筒，就是。 这个地方就可以，就是压出来，就是变成一个口罩的形状。它这里不是有个折痕吗？对。再通过这个滚筒，经过这个输送带，这里这一台就是自动耳带机。打耳带的自动耳带机。这里经过这里以后，耳带机就已经耳带已经打好了，打来这里就变成成品了。就成品这里出来以后，然后这里就可以包装了。这些。 台子上就工人就直接可以包装了。我们自己现在日生产量的话，要24小时两班倒的话，基本上要是正常来做的话，120万。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非常关键。好。 现在我们开始测试，三层口罩，这是三层的口罩，我剪开来给你看一下，这个是哪三层？这是第一层。 蓝色的无纺布，中间这个是一层是龙喷布，中间这层是龙喷布，龙喷布好不好的话，看这个平整度，还有那个湿度，这个柔和不柔和，这个拉了，你看这个它有个松紧的，你要说是干巴巴的，一拉就断了那种，肯定是不好，那种是次品，就没有用了。 然后这个是里面的，靠近肌肤的这层叫轻肤，这个是3S 的级别，就是说柔和的，就是我们平时穿衣服的那一层的那种内胆。其实这一层也是无纺布，这一层呢其实是防尘而已。 真的作用很没有用什么东西，最主要的还是中间这层无纺布。这层其实是最重要的一层。无纺布，这个才是过滤的，也不是说过滤吧，只是说防护效果，就在这层里面。它其实就是一层塑料纸薄膜，但是塑料比塑料薄膜呢要做的薄，做的那个透气性好。它是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纤维一样做的，就是说你看摸去它是可以。 做出丝来的效果，你看到没有？所以就在这里。所以他们口罩上拿去检测，其实都是检测，主要检测这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对对对对，好吧。
这个就是两公斤的，其实是国内的话一般标准一公斤就可以了。嗯，两公斤其实是医用的，但是我们做民用的都医用的级别了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就肯定过关，对，更有保障。对。So we really appreciate for Mr. Jack's detailed introduction on the face mask. So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tell for our dearest customers? 虽然我是办口罩工厂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全世界的疫情赶快过去，我可以关门，那证明全世界人都很健康，加油。That's so great, and we all hope that the COVID-19 can recover to normal soon, and everybody can be healthy. 拜拜。